他在开雕，我说刚刚那头狼了，不好意思呢，拿个观看。来，不好意思呢，十一月26号，瑞芳站，瑞芳站，21:05。你稍等一下。第二台车门关不起来啊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上午，赶快上啊！还是没有，要清啊清。我他说哇变成幽灵魂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阿飘啊，喂，飘到他这个700的，700就这样，700他要跑过来，然后说所以哥哥你知道那个心情吗？可以了。那就这个门没有关，你叫他开一次开关一次，是25次哦，请沿线看北湖的21:01，是吧？是吧？是用气压气压，阿宝全都车网。现在这个门关了啦，你再重开关一次。啊，你要跟他讲一下汽车，二车北边门，你要跟他讲一下。啊，讲啊。啊OK 啊，之前我没有吃的，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？二车北边的，我叫他看一下。快收开车灯了吗？北边门。拜拜，幺七阿宝就是车网。在瑞芳的16。阿甘，这就来，拜拜。